大家好啊！啱啱咧就睇完阿华记嗰个视频，喺架车充紧电，应该佢喺度讲咧，毋忘国耻，铭记历史啊！唔知咩国耻咧？唔知惊记咩历史咧？咁多历史，咁多国耻，边一个国耻啊？边一个历史啊？咁咧就讲咗三件嘢嘅大致。第一就喺国内揸车，系嘛？好愤怒，几乎死啊！啲揸车嘅态度应该要改善。中国啊，啊中国嗰啲司机啊，啊驾驶嘅态度啊。应该要改善。第一，第二咧，就系嗰啲 B&G 嗰啲房间系嘛，嗰啲中国人啊用完啊，污糟邋遢，乱七八糟，系嘛？日本人就唔错嘅，啊，鬼佬就最好，啊，中国人又要改善啦。啊！第三咧就佢亲身经历喎，喺个 lift 啊，咁咧就有啲中国人咧就阻住人哋嗰啲大和民族嘅良好市民出 lift， 系嘛？佢又睇唔过眼，跟住就出声，仲俾人闹。唉，真系要改善咁讲，我真系飙晒烟，听佢讲呢啲嘢。呢啲个别事件嚟嘅，系嘛？你好似讲到全中国14亿人都系咁样，系嘛？有啲似以前有个柒头皮咧，台湾啊炮洋啊，丑陋的中国人，系嘛？将中国人啲劣根性咧摆晒出嚟，14亿人都系咁噶，嗯？跟住又系嗰啲阿 Q 精神嗰啲啦，系嘛？啲以前啲柒头皮写，系嘛？写啲中国人嗰啲嘢，系嘛？将个别事件咧就演绎成咧，啊，全中国人都系咁嘅，啊，以偏概全，啊，真系。话记啦，你仲话做人师傅啊？扮教育，作弄英才啊？误人子弟啊？你就要反省啊 ！OK 啊？你嗰阵时同阿圣奴。阿圣奴就讲话嗰啲同性恋嗰啲可能系系嘛，用完啲房间咧，周围朱古力嗰啲床单，咩国籍噶嗰啲人，系咪中国籍啊？日本籍啊？定系啲欧美人士啊？你唔讲下嗰啲，系咪全部欧美人士都系咁噶？搞到啲床单周围啲朱古力啊！啊，好啦，揸车去咩省份啊？边个市边个县啊？边个省啊？你去一个点啫嘛，喺嗰条街啫嘛，你啱啱系嘛？全国都系咁啊？去匀未啊？你啊？去匀全中国未啊？揸车香港都有啦，啲人乱咁嚟，唔好话任何地方啦，我喺美国都大把人乱揸车嘅，系嘛？美国、日本好好噶，日本啲山口组啲大哥揸车会唔会理你啊？好有礼貌向你鞠躬啊！啊，你去到咪捉头龟，系嘛？净系识赞人。话人哋喺用 YouTube 嚟去搵钱呢，就饮美国奶水，食美国狗粮，
咁你而家咪食緊日本奶水啊？食緊日本狗粮啊？你口口声声就话赚日本人钱，日本人赚紧你钱啊！依家系嘛？你唔系话请好多日本仔帮你做嘢嘅咩？由街头鞠躬鞠到街尾系嘛？全部收你人工啊嘛？咪即系你俾钱佢赚咯？点赚日本人钱啊？你日本人赚紧你钱啊？跟住请个日本神棍啊！日本神棍咪系你俾钱佢？是吧，他咪赚你钱啦，日本仔。你点赚日本人钱啊？你日本买地啊，咪同日本人买啊。系咪日本人赚你钱啊？你点赚日本人钱啊依家。啊成日讲赚日本人钱，日本人赚你钱啊。你赚边个钱呢？赚中国人钱。在日本赚中国人钱你依家系嘛？跟住咧就想搵啲空香港人去买啲咁嘅系嘛？阳光大厦系嘛？到处有阳光系嘛？买咗咧五年后就发啦，系咪？所以咧小道消息系嘛？呢、这个五年都放废水，唔系废放清水。所以验唔到嘢，所以冇事嘅五年，系嘛？啱啱已经话验到有啲串啦，已经啱啱新鲜滚热辣，系嘛？其实嗰啲水除咗串，仲有六十几种嘅物质噶，啊，对人类有害嘅 ，OK？ 系嘛？不过而家喺度成日拿住啲串喺度讲系嘛？仲反口咬话我哋中国嗰啲核电厂啲氚嘅比例仲更加高过佢呢啲废水，净系计氚系嘛？啊，放清水，小道消息，小道消息话你内有生咗几粒疮啊 ？OK， 小道消息嘅系嘛？用呢啲咁嘅招系嘛？唔好咁做啦，大佬，系咪？以前你一出咧啲片啊，我未睇已经举手指公，全部赞，系嘛？赞完我都唔得闲睇，我都去咗瞓觉。OK， 系嘛？阿鳄鱼头一出嚟话你，我即刻插佢，我即刻出视频插佢，系咪？系嘛？你而家呢段时间咧，真系～令我相当之失望 ，OK， 让我相当之失望，咁就冇嘢讲啦，好自为之，系咁。